黄晓明与 Angelababy 这对情侣档合体为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小原型宣传。两人来到重庆大学，不但有角色互换的即兴表演，两人还帮助重大男生现场表白。黄晓明更是承诺称，未来会来重大电影学院上课，真的是福利多多。同学们拍到黄晓明和 Baby 在台上台下都十指紧扣，有意无意秀着恩爱。不过在两人摆 pose 秀恩爱的环节，黄晓明不敢给 Baby 当绿叶，在 Baby 身后小动作频频。 Baby 在前摆出各种可爱的表情和造型，黄晓明则站在 Baby 身后翻白眼吐舌头，最后连半星星都用上了。黄晓明努力扮丑，果然被同学们无一遗漏地拍了下来。 Baby 搜集选出最具代表的照片，感慨突然觉得自己太不容易了，旁边那货。但网友则为黄晓明点赞，为了衬托你的美，你看他多么努力地扮丑，是真爱没错。还有网友趁机催婚黄晓明和 Baby， 赶紧把这妖孽收了吧。叶子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